这个隧道呀，目前是我见过的啊，应该是最窄的一个隧道了吧？它也就是一辆小车啊，那种那种大的车能不能过呀？稍微大点的，我们只是不是说大卡车啊，咱们肯定过不去啊。你看它的高度啊，这个杆啊，原来是那种圆的，到那边我们能看到，结果让一个那个车就拉货的车给撞坏了。撞坏了，然后就安上了一个这样的小的这样的杆子啊，小的杆子，反正也意思意思嘛，是吧？右侧啊，就那边那个那一半啊，就是左边，我们左边镜头的左边那个更窄啊，那经常会有车就刮来刮去刮来刮去啊。这目前是我所知道的，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窄的一个小隧道了。好大，大点的车，大点的，哎呀，我不知道这种，我们说这个，对，小汽车啊，就是最宽的是多宽啊，能不能通过啊？印象中好像稍微宽点的，确实没在这里边见过，可能他们没有办法，可能绕行了啊。很窄啊，你看那个墙上刮的都，哎，很多辆车估计，哎。所以那个还是有点难度的，有点难度。啊，你看那边，它最早我刚才说了，最早它是那种，比较结实的那种杆子是吧？然后那边被撞坏了，所以有时候很有意思啊，撞坏了就弄得跟那个杆啊，其实它最早是这样的杆啊。